神啊，世界各国都出现过足球天才，我的中国队从来没有，这不公平啊，轮也该轮到中国队了吧。偶尔莫及，其实我早就为中国队安排了一个少年天才。真的吗？那就让我去帮助这个少年吧。嗯，好吧，拯救中国足球队的重任就交给你了，去吧。好。说来你可能不信，我是天使。孩子，听我说，你是个足球天才，只要你跟我去踢球，你就成为一代球王。不行，今天妈妈给我报了补习班，我马上就要迟到了。那就等你补习班下课了再去。不行，补习班结束，下午还有美术班，晚上还有钢琴班，明天还有英语班、奥数班、闲学班和天命班。这是干什么的呀？带你吃鸡了吗？孩子，你好好听我说，到底喜欢踢球还是喜欢补习班？踢球得经过我妈妈同意。不行，我要把孩子培养成为科学家、工程师、医生或者律师，要为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做贡献。我操，好浮夸的眼睛。大姐，听我说，你孩子是个足球天才，踢好球也是为人类做贡献，而且还能挣好多好多钱呢。你说什么？你孩子是个足球天才，下一句，踢好球也是为人类做贡献，再往后还能挣好多好多钱。孩子，快随着我叔叔踢球去。没想到天才的母亲这么通情达理，这里完成任务就差最后一步了。叔叔，这场上怎么 PS 上这么多老爷爷？拜托你不要说这么直接好吗？不用 PS， 你让剧组去哪找这么多群演？没关系，孩子，这里不能踢，我们还可以去学校。叔叔，我们还有地方踢球吗？有，我知道有个地方是收费的，一定可以踢。叔叔，您说的是这